小刚，你看面粉里面有条虫。苗姐，你太过分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买 M 家的蓝色泥。那我给你选 M 家的粉色泥。咱们就来 M 家粉蓝泥大 PK， 输的人要吃辣椒。Let's go！ 我以为你准备了 M 家的蓝疯子。我也为你准备了 M 家的水蜜桃珍珠水，果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M 家的这款水蜜桃珍珠水，粉粉的渐变色，太少女了，有股洗发水的味道。但是颜值超高的，手感很厚实，很漂亮，有珠光的效果。拉个网格花送给所有在看的小可爱，看我的蓝疯子。 M 家的蓝疯子，听名字就觉得很疯狂，包装特别，没想到是带点灰的蓝色，这里好光滑。捏着手感好舒服，奶油纹路很清晰，炸爆声超响。第二轮，我送你一颗海洋之心，充满大海气息的蓝透肽。这么默契，我正要送你粉色透肽，不错嘛，绝美的晕染，超高透的，像水晶一样，闻一下有汽水的味道。拉伸起来很唯美，还有金属的光泽，它的纹路很清晰，混合后颜色还是挺深的。小刚对我不错哦。哇，真的好透哦。这款是晕染粉透肽，是香香的味道，来个指纹打印，都透到我心里去了。混合后就变成粉色了，拉个网格花，每一粒都很饱满，好光滑，舒爽。小可爱，你喜欢这款透肽泥吗？马上第三轮了，苗姐还没来，我可不想吃辣椒啊。啊，有了，把泥拿出一半，装上棉花沙，再用泥盖好，完美。现在就呼叫苗姐，我来了。我为你准备了蓝莓 QQ 泥。蓝莓 QQ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一股蓝莓味，很香，手感厚实，胶感很重，很亮面，拉伸起来好好看，软软滑滑的，卷朵噼里啪啦小鞭炮，这泥好玩的不得了。那我的呢？急个啥，荔枝派来了。打开盖子，好香哦，满满的荔枝味。我的手怎么了？全都化掉了。我的泥怎么会化成这个样子？小可爱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肯定是你运气差呗，快点接受惩罚吧。那我吃咯。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嗯，辣椒怎么在我这？我以后都不作弊了。我的手记得我们一共玩了多少个 M 家的泥吗？告诉我，记得点赞，还有关注，喵 yes。